最近天气真热，民众报案蛇行入民宅的频率是愈来愈高，但蛇和蚂蚁的外观有民众分不清楚。民众当作是蛇，但消防人员到场爆料才发现，是一尾长达30公分的蚂蚁。嘉义市消防局举报，有毒蛇侵入民宅，立即派员赶到现场。女性报案人心情惊吓，真惊的徛伫个厝外，指着光线暗暗的厝内，表示走廊的角度有一条头呈现三角形的毒蛇。消防人员赶紧观察，这条蛇移动的非常缓慢，好亲像已经要无气啊！用抓蛇夹啊一夹，发现伊规身躯真骨溜，身躯顶还佫黏黏。原来处处垂立的毒蛇，其实只是一条蚂蚁。像土龙。很像鳗鱼的一个奇形怪状的一个动物，然后我们有跟屋主，然后跟叫他不要紧张，然后我们就小心翼翼的将这只故事毒蛇的动物把它抓起来。以前没有抓过这种东西，但是要提醒民众，夏季已经到达了，然后毒蛇会出没。若是我发现毒蛇的时候，可以请求消防队协助。研判这条蚂蚁应该是为边仔的菜市场钻入去厝内，和厝主鱼惊一场。热天狗啊，蛇类出现频繁，嘉义市消防局会当讲每天拢有掠蛇的勤务，但是掠到钻入去民宅的蚂蚁，这也阁是头一摆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，嘉义市蔡康报道。